最恨我的要放弃的，就是刚硬的人。明知错误也不悔改，他从来不认错，还找借口理由为自己开脱狡辩，想用另一种方式做得更圆滑，更掩人耳目。 就要一错再错下去，丝毫没有悔改认错的心。这样的人不容易达到蒙拯救，正是神要放弃的对象。表面上看好像是神不拯救他，神不要他了。事实上是这样的人。 接受神的拯救，拒绝对抗神的拯救，拒绝对抗神的拯救。 人要向蒙拯救，唯一的路途。 就是接受真理，认识自己，实行悔改，然后活出真理实际，活出真理实际，这样就能得着神承许了。 实行真理大道，能顺服神，敬畏神，这才是蒙拯救最终要达到的。是在人身上要体现出来、活出来的。你不走追求真理的路，没有第二条路可选。 这条路只能说，他不相信真理能拯救他，能拯救他。不相信神所说的这一切话，能让他变化，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 他根本不相信，不相信神是真理，也不相信真理能够变化人、拯救人这个事实。这样的人心地太刚硬，死活不接受真理，不可挽救，没法挽救，没法挽救。